能够兼容并包啊，能容乃大，这是汉民族文化的一个传统。那么在发啊，就是在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啊，外来的文化，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兼容并包？但是呢，如何能够保持自己文化的一个基本精神，也就是儒道，它为了我们中华文化数千年的历史。遗产做得非常重的一步了，所以在20世纪这一波全球化的力量之下呢，那么由于经济和科技资讯的一个全球化，说是世界各国都纷纷自觉到啊，尤其是正在改开中的国家，他们认为需要紧的保护森林族的特色，那么这个是面对趋势中啊应该。联合国的教科文啊组织就是 UNESCO 在1998年开始倡导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它的宗旨是在于动下遗憾发展的一个共处那性，那来解人类因为文化差异性的冲突。那像在就是博物馆一样无形文化的保护，博物馆就是他能为无形文化遗产做些什么工作啊？所谓无形文化资产，就是指来自某一个社区族们的创作啊，以传递去和那个社群的期望啊，社会的特性而表达的形式。那么，即所谓的文化产呢，是包括民间传统啊、语言、习俗、民乐、舞蹈、戏曲、说唱、舞艺。养礼仪、游戏、手工艺、技艺、建筑技术等等。那么一人就是因形象技术而存在，大多数博物传统管理的方式而重在建的收根展以后呢，博物馆界那么又推这个形象传播的一种新，尽量吸引观众入场。那其实我们想要推动博物馆的文化，就需要借用企业界的一些手段管理的方法，那么在生活中去培植国民对文化艺术学知的兴趣，将眼光扩大到全球的文化性的活动呢，走进社区，走出博物馆大门将馆的研究调查采集记录整理等等的工作呢，都扩到这个生活里面的这个对于文化保存的价值观。所以博物馆在做有形文化资产工作后，同时应该对它背后形成的文化素养及与人们的无形文化遗产的现象传承要讲记录为研究展示表演维护推广教育以及建筑空间创意设计的一些依据。那博物馆无论是保护有形文化遗产或者无形文化遗产，它的最在意义是保存被创造文化上的一种整体形式，来建构文化上的价值系统，而且呢提高大众对文化发展的参与观以及文化的自觉。博物馆为本的一个桥梁呢，那博物馆应该怎么样去诠释无形文化遗产的价值，怎么样去移植再生或者是保存因为已经正在消失的无形文化遗产
应该深化研究各类无形资产的特质去发展。新文化遗产也是过去的流行文化产生，那博文化中向大众去诠释传统文化的价值，那么就很像在新作品头中点进的灭火，这样就是推动有新生意的话，有新生意的文化层了。那是最后讲，那谢同学的手。